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看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咁去到加拿大嘅时候咧，咁我学车咁又识揸车，咁我就即系买咗架车翻嚟，咁啊叫人教啦，因为呢个系加拿大学生学揸车最快嘅方法。咁买咗一架1200蚊加币嘅德神 B210 咁去揸啦。咁有一次佢带我去泊车，咁我泊车嘅时候，你能够想象啦，开头唔识噶嘛，卖咗，咁我个车刮花咗一架好旧嘅车，嗰架车咧差唔多后边咧，即系生锈到甩油到甩到咧甩咗一橛噶啦，已经系好旧嗰啲美国水牛车啦，刮花咗，好微嘅啫吓，好微，刮花咗，咁啊刮花咗，我望住隔篱，咁嗰个即系。我称为弟兄啦，即系佢出完翻其他教会，佢叫我走啊。当时我直情系好惊啊，因为学生喎，有乜又唔识英文，又而家又刮咗人哋嘅车，我又未有车牌。咁而家咁嘅时候已经系扣紧验疏嘅，如果用我呢个验疏去做呢样嘢，咁但系话唔得，我要入去讲翻俾呢个家人听。咁佢话架车好旧噶咯，即系你刮花咗，因为嗰架车咧真系可以话咧旧得好紧要嘅。即系又生锈啊，又甩油啊，起码全架车如果以我凭我记忆当中最少有五分之一嘅油系甩晒噶啦，已经旧成咁嘅。咁谂起问翻嗰个车主咧，佢话原来佢从来都未撞过车嘅，但系个车就即系好平嗰啲车嚟嘅吓。咁我于是乎入敲门啦，原来一个女人同佢阿妈喺里边，咁啊食住烟咁啊，哇一开口就硬讲粗口，哇你做乜嘢撞我架车？我从来未撞过。咁我入去就啊，对唔住啊，成啊。咁啊，大家交换写俾佢听个验疏啊，成啊，哇！你真系衰啊，你撞咗我啊，成啊咁样。到最尾咧，搞咗成个钟，咁啊上翻架车嘅时候咧，隔篱呢一个嘅基督徒咧，佢就话：即系我蠢啦，即系唔应该咁样做啊！即系而家车都够噶啦，你睇人哋一闹你咁。但系顶姊妹留意一样嘢，由嗰一日起，即系当然佢又有讲翻俾其他我身边同学听。由嗰一日起，我身边嘅每一个同学咧，都尊重我。而他们会留意到我生命当中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带着一种祷告的态度去做，我不是扮给他们看，当时是我自己良心当中我的挣扎，就是我做定不做呢？但如果我根本一路灵修这么久，如果我灵修的时候所祷告的神是真，我遇到这件事的时候不是我在那里猛叫救命叫他帮我，而是我应该怎样以回一个基督徒身份去回应这件事嘛，是吧？虽然那件事今天的车，其实简单来说到走的时候我们再看一看车车身，根本其实呢，我就算唔入去话俾个女人听，那个女人绝对都唔知道自己架车俾我架车刮过嘅。OK， 就系咁现实啦，因为佢架车花碌碌嘅，其实吓，即系甩油甩到七彩嘅瓦色嘅个车身，系咪？但系问题嗰、那个唔系在乎于咧呢件事大定小，呢件事究竟做嘅时候，甚至唔系啱定错，因为每个人都有佢自己讲嘅啱定错，又每个人都有讲佢聪明定笨。但系问题就话喺我自己灵修当中。这个就是我处理人生的态度，这个就是神拣选我的原因，就是当我选择去做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不是呢只是对得住自己良心的选，我是对得住神，对得住圣经，对得住当事人，这个就是我做事的方针和方法。所以变成我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我在加拿大这么多年，我去到哪间学校读书呢，我身边的同学每一个都尊重我，他尊重我不是说 我要扮出来啊，圣啊，他见我是做好多嘢会被动啊，做好多嘢唔会话争出风头啊。但系问题当遇到真正每一件事嘅时候，我唔会监人奶后，但我自己会揸正我自己嘅标准呢，亦系好温文底下去做。因为有啲人佢就咁做呢，哇闹晒身边人啦，你唔知道我几伟大啊，几正义啊，几咁神圣啊，基督徒就应该咁做啦。有啲人咁样㗎嘛。咁我都遇过好多咁嘅基督徒，我一生遇嘅呢一类基督徒九成嘅都睇真道出嚟㗎嘛。他们做到少少呢就怕死人不知道，周围闹人的嘛，很轻的、即是真道源流出来的主力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即是说他做不到一成，但他闹足你十成，这样的那种级数的。所以变成我自己知道啊，这些不应该哇好像打锣打鼓告诉人听，告诉身边人听，或者身边人不做，或者我做或者想壮胆我喝住出来做，这些态度不应该有的、所以变成我仍然是 很被动的方式，很甘心乐意啊去做呢啲，呢个就系我过去咁多年当中嘅态度。但系咧，每一次咁做咧，圣灵嘅平安咧就会临到我，而
并且呢慢慢后期呢，如果嗰件事係处理一啲事嘅话呢，咁呢我就会带住圣灵嘅恩膏去做到。嗰件事就算係一个好简单嘅分享，就好似我都同大家分享，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上台分享嘅第一次经文，就係一句话说得客语，就如金苹果落在人网之旅呢，係咪呢个亦系我返嚟香港嘅时候第一篇嘅家聚信息。你想想现在到这么多年后了，30年后了，你发觉连那一篇信息啊都是完全没有偏差底下，是神的带领。就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不需要一大先知先给神带领的。我们今天是一个普通人用普通的带领，但是经过很多年后呢，这个的普通带领呢它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和印证。你见不见？但是就是说很多人呢急功近利呢，永远都要大身份啊，即刻发生啊，即刻有利益啊，咁嗰个就係叫做神恩膏啊。呢、这个就係而家即食面时代呢所出嚟嘅羞辱神啊，甚至可以话就如我所讲行邪淫啊。呢、这个已经系基督教好普遍啦。呢、这个唔系我自己定嗰样嘢嘅。呢、这个系神话俾我听，呢、这个人做緊邪淫，呢、这个牧师做緊呢样嘢。但佢要我唔好同佢哋同流合污，但我心知肚明嘅，如果我同佢哋同流合污啊，我教会在当时怎会增长，即是怎止快十倍，处理那件事怎止快十倍。但问题就是说这个由我读书的时候，我有灵修开始，我就已经放弃了这条路了。因为为什么？如我所说，我一命换一命，是不是？那其实命都给了神，那快和慢为什么我又要收回呢？这个就是很多人会看到就自欺欺人到这样的阶段。但是现在好了，讲回来就是说，原来圣灵能够俾到我哋最大嘅一个嘅证据咧，就系咩咧？就系记忆力。因为圣灵清楚记载咧，就系话圣经记载咧，就系话当佢能够嚟到我生命当中成为保卫师嘅话，佢让我哋记得起所有主耶稣所讲嘅说话。所以原来圣灵当能够不断同你合作嘅话咧，佢就会成为你嘅记忆力啊。所以变咗点解就系话，原来由我当年去到加拿大读书，尤其是我后屘去到多伦多啦吓，咁我哋知道。在温哥华那边我读就 Renfield 街啦，是不是 Renfield 就是栽在溪水旁，但多伦多这个字你知道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很多树种在水里面，你知不知道？所以变成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给各样的祝福恩赐我呢，其实根本原来现在看回的话呢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我现在开始真的变成一个牧师，是可以不单止种到我自己，我也可以栽种很多人。而事实上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过目不忘呢，发觉根本就是圣灵提醒。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姊妹，现在我越来越留意到一样东西，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能够讲的是有限，是不是？你能够做的有限，尤其是主日的信息更加是。但你每一篇的主日信息呢，我的记忆里面所出现的领袖啊、经文啊、见证的例子啊，我就拿回这些的记忆当中去做编主人。哦，咁在记忆当中知道啊，这个之前没有引用过，没有用这样的方式解，但我又闪起记起有个咁嘅领袖，喺呢个时候应该要同弟兄姊妹分享，咁我就照分享噶啦。呢啲全部咧系直情按住唔同时候咧就涌现呢啲记忆，但系而家大家相信见到呢几十年里边咧，我呢种过目不忘，而系识时候会记起唔同嘅例子、唔同嘅证据、唔同嘅教导嘅呢种记忆，其实都系圣灵嘅声音。是咪？因为我其实简单嚟讲，我嘅讲道咧占咗啊个内容咧占咗七成系由记忆出嚟嘅。OK， 咁而家你见唔见咧？而家我哋所讲嘅关于二零一二信息，占咗七成都由我记忆出嚟嘅。OK， 即系几时用啊？边个时候用啊？而家记起啦。啊，而家记起呢个其实有嗰个解法嘅，引用嗰个嘅例子，用呢个做 VO。我系咁样教资料。你而家见我嘅记忆咧，所砌造出嚟嘅所有呢啲嘅主要信息，岂不是每一篇都一日都没偏差被神带领？我的记忆力就是圣灵。所以你一见到一些牧师、一些基督徒经常说自己失忆，你知道他们的灵修没有用在现实生活，所以导致在现实生活当中圣灵能不能跟他们聊天，圣灵不能跟他们聊天，其中一样东西他不能够以记忆的方式跟这个人聊天，他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当然我知道，当然有些人因为不注意身体或者身体状况差，但问题就是我身体状况都差。OK， 在这么多年当中我身体都差，但是就是我的记忆力是从来没有差过的。就是说对于属灵里面每个礼拜要分享什么信息，这些信息怎样讲才可以不重复，然后选例子的时候我的记忆当中就会浮现一从来没用过的例子，
咁我就连喺嗰个主日信息嘅分享，几十年都系咁样噶啦。而但系问题到今日嚟讲咧，我纪律有增无减嘅，你知唔知道啊？原因系咩咧？原因就话圣灵其中最宝贵嘅一个宝贝，就系佢以记忆力嘅方式咧，喺你嘅生命当中咧去出现嘅。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看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呼召圣地，让我天心坦率之诚情真，站在殿里衷心献尽赞诗音，将我热切赤心献尽，抛开世务让你吸引，充湿渴求诚恳，能寻着你只盼听着你声音，深信全能荣耀善美荣光彰显我心，我渴望尽你圣所里献敬单献热心，情逢莫稳带着诚恳，盼我知恩转你心，我渴望侍奉在殿中曾找主你道人，荣耀里全站着圣言光辉发咒灵隐。